我哋咧就住呢间酒店啦 ，Red Roof Plus 加。行啦，今次咧，九成嘅 media 都系男人嚟嘅，阿蛋即刻露出个小腿，唉。边杯系 low sugar 噶？你估下？你呢杯系 low sugar。啦，呢个系有选择。我最中意行呢条街噶啦，因为系好多好多呢啲咧，卖呢啲二手呢啲。小镇仔咯。系啊，好正啊！呢啲卖 vintage。我介绍个人俾你识啊。我叫 David。Hello David。你边间公司噶？唔讲。我知。话俾你知啊。剛才 David 很窩心啊，他剛才問我呢為什麼不帶件褸，我說我想著如果凍呢他可以攬住我，然後 David 你怎麼答我？我會想一下。你想一下，你剛才不是說這樣，你想一下，你剛才說出街當然是搭細一點。哇，你現在到了蟹到了。我特登揀呢坐在 David 仔前面，是因為我希望可以胃口再好一些。哇，這些是不是涉意啊？希望可以暖一些。這些是不是性暗示啊？這個一定是性事。你剛才你見到日本妹怎樣？立刻這樣起起個頭咯。起到啊。起到是嗎？起到。好開心。好開心。我也是。等涉意性感靚過來給大家看看。哇！哇！小心錄親條脷。哇！由底咬上去。雪姨今晚唔同我瞓啦。恭喜你啊！你睇個樣，飽暖思淫欲咁樣啊！我哋而家咧就行緊去呢個稻仁公園嗰度咧，就做呢個 street workout 啦。行去啦，連日本嘅選手咧亦都到咗啦，就係前面左邊呢一個。中間就是香港的教練啦。我喜歡人搞笑咯，可不可以來了一下，好啊好啊，加曬氛圍給你。喂，好嘢，好好嘢，開charm曬，成個人charm曬。咁呢度咧就係 Puma Running Club 啦。我哋今日咧就係要有一個比賽嘅。咁而見到咧，啲職員而家已經準備就緒啦。寶特之前嚟過。哇，寶特之前嚟過喎，跟住咧就有啲鞋啦。現在はスタート地点でベストチームの第1走者の皆さんにスタンバイしていただき、5秒前、4、3、2、1、David仔啊，你介紹下有咩食啊？其實呢度主要咧都係食飯啦，同埋食牛啦。係，有咩好嘢咧？你揀咗邊個咧？我揀咗二號咯。咦？你揀二號咪同我一樣咯？係啊。點解你同我一樣嘅？我都解釋唔到呢啲嘢，其實。緣分咯。終於食到啦！嗱，雪糕叮叮話最好食嘅。哇！真係冇介紹咗。哎呀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喂！原來好好吃啊，這個
睇我见到啲咩？唔掂喎！如果雪衣再配埋呢条，哇，不得了噶啦！成件事活泼得嚟又跳脱喎。其实要咩都好开心，只要唔好十号，只要唔好十号。世事嘢就系咁咯。嗱，我而家 feel 到啦，我 feel 到，我觉得系一号。十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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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号。喂喂，嗱，十号。喂，顶顶顶，吹顶住。哦，咩嚟噶？啊 ，number five， 其实都 OK 啊。点解你借多份嘢俾我可以抽多次啊？但系点解会系我借嘅？因为我冇晒相纸啦。哇！同阿蛋食完 pancake 之后咧，转下眼已经去到，好大间嘅飘马旗舰店啦！我哋今日好开心啊，因为咧我哋买嘢系有折噶。就话俾你知，我揾到一个好爱佢嘅男人，我就会买呢一件俾佢。OK？揀一啲衫咧，係一啲有帽嘅衞衣，因為有帽嘅衞衣咧，雪衣著起上嚟咧，真係年青。你 imagine 一下，如果我著咗一件咧有帽嘅呢啲咁嘅衞衣，我再企喺大學門口，我直情啱啱好似放咗 lecture 一樣，啱啱放學啊！你想揾我温書啊？好啊。我哋今日咧已經係最後一日啦，咁咧我哋執完夾之後咧，我哋咧就嚟咗黑門市場啦。咁黑門市場咧就係食一啲海鮮啊、鰻魚飯啦、跟住咧係買一啲生果翻香港咁樣嘅。咁咧我四點鐘咧就要翻到酒店咧集合嘅啦。咁咧我哋而家咧同阿蛋啦咁啊嚟咗黑門市場啦，有個朋友介紹咗我哋咧食呢一間嘅鰻魚飯嘅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片，就 subscribe 我的 YouTube channel，follow 我的 Instagram 和 like 我的 page 啦！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！